古劳切入之后一打三，后面还有跟进的德古拉。嗯，这个球半场一了，哇！半场 logo 下，还真的被喷进了。哇，这个球真的进了，空心 nothing but net。第一节打完之后，现在特攻26-25，我们来看一下刘仁豪，这是在时间之内，时间之内出手，所以球进没有错，无误啊！哇，第一节最后这个半场 logo 下戏剧性的结果，刘仁豪。